就是他。你以为脱了安全帽、口罩，我就认不出来你吗？不是，发生啥了？超商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神经啊！没事干嘛抢超商啊？等一下，果然是你，没错，负心汉，人家都已经为你怀孕了，别再装傻。怀孕？我老公大陆有女人了，还怀了他的小孩。每周六晚间九点，《爱在童话纷飞时》就在公视13频道。